然后原则上我们知道这个歌大概是哆啦发嗦嘛，对，原则上大家知道以后呢，然后你开歌给他说哦，你开歌，开歌就是最难的，就在这边，其实就是很困难，就是要等前面大概有一点是怎么唱，大概 OK 大概有一个这个米嗦米，再来一遍啊，然后我现在等一下，我先把开歌的技巧跟你们讲一下。开歌就是，他刚刚第一个音米嗦咪，对，大概是米嗦咪拉嗦，对不对？你要抓住这个米嗦咪这一点点小动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和弦就把它进去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就一点点小动机啊，然后和弦，但这里面你不要看这个简简单单，牵涉到还蛮多东西啊，不然你们自己回家尝试一下子，就乱弹啊，就是哆啦发嗦。问题是，即使是你有一个动机出来，你可是你拍子又用不上去，不知道怎么用就是。那这个是尝试，自己去尝试，你发现你弹不出来，就是你要往这个目标去前进。Thank you.
那我刚刚用的就是看了没有，就是两招嘛，一招是一四七，一个是三六九，一四七用的比较多就是，对不对？那用好以后就把它弄上去。你可不可以唱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？